到手了，忍不住了。好吃的。这榴莲咋卖的？榴莲这上面是30吧，底下是27块吧。我剥一下。剥一下是吧？嗯。你看，210，210多一点，算贵。行。多少钱一斤？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不要动。多少钱一斤？27块吧，29。别吵。M 一来 ，M 一啊，197 ，M 二207 ，M 三216 ，M 四225 ，M 来少我多少钱？用了几辆车啊？你错了，你别急。错怎么错呀？换什么呀？我为什么不能急啊？来，六斤九两，这个榴莲191块钱，收我210块钱，一个榴莲扣我20块钱，一个榴莲少我20块钱，您觉得应该吗？应不应该？我问你。不应该啊！你感谢我，你不用谢我，我谢谢你，给我少了20块钱。早市，刚才不是要感谢吗？怎么是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你干嘛？什么情况？讲，你干嘛？我就问什么情况？少我称了啊！少你少你多少斤？少我少我20块钱呀！还是问你怎么说的呢？讲，您说什么？啊！别报警了，没事，不着急啊。本就是了。对对对，叫你这讲，真厉害！把灯来关住。不走就双击胜了，应该的。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对了，老牛了，老牛了。你们这样的商家少称还能打人？妈的！什么？啥？啊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我走路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走呀！你就看看我能不能治了。你能治？啊？你能治什么治？南京。这个这几千万，你能治我干嘛？你有几千万呀？对。哦。怪不得那全是坑过来的吗？要动手了，忍不住了。说话怎么了？你说话把嘴放干净啊。那意思他不是人，你说话不讲道德。你讲道德？你讲道德？你说话把嘴放干净。你有道德吗？你干净吗？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干净。有用是吗？干嘛呀？你双击六两成以后干嘛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没啊，就是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外卖东西为什么不好？别人为什么不好？你说咱们错了。看没事儿，叔叔到达后，把车钥匙关一下。我们再拍一下证据。没关钥匙，没关。公共场合不可以拍吗？哪条法律法规告诉你公共场合不允许拍摄的？能不能拍公共场合？公安部有要求的，是可以拍摄执法的，但是不行的，咱们是不能发布的。不要插人思维。对，不会的。作为大哥还是很给力的，随后我们也投诉到相关部门。